大爷知道你是好人，他娘死得早，一辈子没命疼过。秀妍要真是有个三长两短，我已经活不了了。大爷，求你了！哎，大爷！大爷！大爷！ 这个孩子的父亲是我们地下党党员，被敌人杀害了。这个女的救了这个孩子，而且抚养他。敌人到处抓他们要杀害他们，他就带着个孩子东躲西藏，四处逃难。北平必须有配给证才能领粮食，没有结婚呢就不给配给证。人家一个姑娘家，为了这孩子有口饭吃，才跟我领了结婚证。您说这样的人，我们能丢下人家不管？ 他把别人的孩子当成自己亲骨肉来养，还冒死去养。对，一个大姑娘家为了一个不相干的孩子，甘愿当你的女人。对，肖大哥，他是不是叫广东？孩子叫金宝。对啊，你怎么知道的？ 昏迷的时候，一直叫着他们的名字。是，我这心里一直惦记他们，不知道他们现在是死是活，到底怎么样了？一个姑娘家为了共产党的孩子，这么做，真是不容易。 你好，请问先生想吃什么呀？宁广东，范和珅。哎，老同学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我在这上班呀。你怎么干起这个来了？哦，想当年在学校，你可是高材生啊。哎，宁广东。哎，你以后啊，叫我嘴男。为什么？ 以后再跟你解释吧。你收着。孩子，你真要走？ 我们不强留，可是路上要当心呐。真是要遇上啥难事儿啊，你就回来，啊！大爷，您的救命之恩，我永远都忘不了。从今天起，我就是您的儿子。哎。 只要我活着，早晚有一天带着他们爷儿俩回来孝敬您。快起来，孩子，孩子，我回来，一定回来呀！啊，保重。 结婚了，结婚是后来的事儿了。其实当初辍学也不是因为这个。哎，就算是结婚，也应该继续学习啊。我要照顾我儿子呀。儿子？你是说你已经……哦，我有一个7岁的儿子。现在想想，每天一醒来就一张小嘴要吃要喝。
真的挺不容易的。那你们家的男人就不做点什么贴补家用了、啊？其实我们两个人不算是真的结婚。我一个朋友在去世之前把孩子托付给我了，为了孩子的口粮必须有配给证，可是我又是外地户口，所以为了这个我们两个人才假装结婚的。哦，那孩子是你朋友的？哦，就是说你现在还是一个人？王总，其实咱们在夜校的时候我就一直喜欢你，后来你突然辍学了，跟所有的同学都失去了联系，我找了你好多年，你说咱们现在碰上算不算是天意啊？黄东，你觉得咱们还能走到一起吗？我已经结婚了。那又怎么样？我还有个孩子。我会把他当自己的孩子一样照顾。这不可能。黄东，大爷，大爷，您有没有见过一个女的带着一个孩子？女的和孩子我见得多了，我知道你说的是谁呀、啊？那个女的，20多岁，短头发，那个孩子7、8岁，大概这么高，大眼睛。哦，你说的那娘俩我好像是见过。就前一阵子，那个女的哭着喊着说要找她丈夫，挖的两手都是血，真惨呐、啊。那女的后来去哪儿了？她好像说要找一个人，姓苏，苏，是苏区吧？哎，对对对，苏区。谢谢您了，大爷。两位先生，跟你们说过了，这里没有叫金宝的孩子。我要亲自问。叫什么名字？王来福。几岁了？8岁。爹妈干什么的？我爹当兵的，我妈死了。加一个。叫什么名字？孔德正。几岁了？7岁。加一个。叫什么名字？肖科。几岁了？7岁。你爹叫什么？不知道。不知道？我还没生下来，我爹就病死了，没见过。那你妈叫什么？翠南。她现在哪儿？在乡下，跟别人结婚了。金宝，你在叫谁呀？没事了，走吧。现在许丽挺死的。见过孩子长什么样的人，一个个都死了，这怎么找？让咱们找就找，管那么多干嘛？接着问。下一个。金宝，别弄了，你快下来，快下来。你听我说，你听我说，你听我说，你听我说。好，说说说。你可不知道当时那个情况有多危险，那两个人突然在后面喊我的名字，差一点就露馅了。幸好我反应快。对对对，金宝真聪明，来，快下来。哦，哎呦喂。金宝，明天是你生日了，你想要什么礼物？我什么都不想要，我只想让你陪我一起过。好，我妈陪你一起过。真的？嗯。哦，太好了！那咱们说好送花烟没掉。
定不许反悔。不反悔。孩子，去跟嬷嬷出去，我有话跟妈妈说啊。嬷嬷，崔小姐，昨天的事情你都知道了吧？那些人是来找你孩子的吧？我也不用掩饰，从你的表情我就猜出来了。我可以替你保密，但是你要答应我一个条件。我们不知道那伙人还会不会再来，如果再遇到这样的情况，恐怕就没有这么幸运了。所以你以后不要再来看他来了，我也是为了全救济院的孩子着想。我明白了，我以后不来看他了。你明白就好。嬷嬷，明天是他的生日，我来看他最后一次，行吗？好吧，最后一次。那你喝了一回以后。青楠，今天来的都是贵客，千万别出乱子。明白。我今天孩子过生日，我能早一点回去吗？孩子过生日有什么重要的？你看看都忙成什么样了，赶快跟人倒酒去。孩子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啊，妈妈怎么还不来呀？他答应今天跟我一起过生日的。现在都这么晚了，恐怕他来不了了。那我就去找他。不行，你不能出去，听话啊。嬷嬷，求求你了，让我出去吧。听话，回去睡觉啊，明天妈妈就会来了，听话。先生们、女士们，今天是华商协会设宴，专为从海外归来的范和生先生接风洗尘。咱们大家请范和生先生跳支舞怎么样？好！不知是哪位女士能有幸的成为范和生先生的舞伴呢？范先生，今天有没有荣幸请您跳支舞呢？对不起，我已经有舞伴了，谢谢。小南，啊，能请你跳个舞吗？我在上班呢，不能跳舞。这么多人都看着我呢，给点面子啊！大伙领班又骂我了。哎，经理，你过来一下。好。范先生，我想请崔小姐跳个舞，行吗？范先生可是这里的贵客，难得赏脸，还是去吧。现在你没有理由推脱了。哎，这女人是谁啊？这。
上学呀、啊！我不要上学，我要跟你在一起。金宝，不上学你能干什么呢？那么容易，只要有了钱，我就可以离开这里。一生一世不，我要挣钱养活你。别说傻话了，金宝。时间到了，孩子，咱们走吧。默默，昨天晚上怎么回事？对不起，我家里有点事儿。你家里有点事儿，你知道昨天晚上来的都什么人？这么重要的活动，差点被你给搅和了。我保证不会有下次了。你保证？要不是范先生替你说情，你早被开除了。别以为有范先生替你撑腰，你就为所欲为，也不看看自己什么身份。行了行了，干活去吧。你还愣着干嘛呀？干活去。啊。小胜。到花园里玩去。孩子愿意玩，你就让他在那玩嘛。哎，方程啊，哎，你来的正好。呀，大哥大嫂，哎，来的正好。有几笔账啊，欠的太久了，我想带你去要，你也好多看看，多学学呀。啊，从现在起，你就要帮我打理一些事情了，我好早点享点清福啊。行，没问题。二弟也老大不小的，该成个家了。要不我给你做个媒人？哎，这二弟是读过书的，还愁讨不到老婆，用你做媒。大嫂，保媒的事儿就不劳烦您了。我在夜校的时候，有个女的，我挺喜欢。哟，我说成了吗？这仙的，太好了，太好了。改天你把她领来，在家坐坐啊。彩丹，你怎么来了？我还在上班呢。啊，我买了一样东西，想送给你。怎么了？不喜欢？啊，没有，谢谢。刚才的表情，我还以为你不喜欢呢。我先生以前也送了我一支钢笔。哦，那不好意思。没事，我就是觉得老天爷在捉弄我，在我快把这个人忘记的时候，又让我想起他。
大爷，哎，大爷，这是怎么了？这条路啊，被国民党给封住了，不让人过去了。为什么呀？他们不让人过那边，说是什么苏，对了，是苏区，方圆几十里都是兵，把守的可严了。那我有急事想过去，还有没有别的道啊？道是有，不过远呐。你从这儿啊，奔那么去，绕过当兵把守的地方，你再进山，这路可远呐。谢谢啊。哎，不用。有事儿，你在这里干什么？我想赚钱。赚钱？怎么赚？我帮你干活，你付我工资。我们救济院没这个规矩。默默，求求你了，我要是可以赚钱，我就能养活妈妈，就能跟我妈妈在一起了。孩子，你太小了，还没到赚钱的年龄，快回去吧。我不是小孩，我会干很多活，我会洗衣服，会做饭。求求你帮帮我吧！我帮不了你，你快离开，别在这里碍手碍脚的。嗯，摸摸摸摸，外面有人找，快好。只是想和你在一起，他没有错。也许我和你妈妈的想法不是天父所要看到的，我们给你带来了痛苦。你现在可以和你的妈妈在一起了。今天晚上可以睡个好觉了。谢谢嬷嬷。嗯，谢谢。以后谁也别想把咱俩分开，我以后赚钱养活你。一共十二元。嗯，这都给你的小费。谢谢。那十二块。俊南，好，你去忙吧，下回记住，过来。试用期间，客人给的小费一律上交。不对呀，我上班第一天，经理就跟我说，所有的小费归自己所有。这里你说了算，我说的算。哎，你干嘛总是这么对我？我喜欢。
这个钱对于我来说很重要，你还给我行吗？不要老是这么针对我。我就看你不顺眼。你好啊。你好，范先生。范先生，咖啡的味道不错吧？嗯，还不错。但是有一件事情你不知道，我刚刚成为这间餐厅的股东，现在我要聘请崔南小姐做这家餐厅的领班，而您可以回家了。我，范先生，可是其他的事情我会让经理去告诉你，请吧。哎，你不用为我花那么多钱，其实我当女招待挺好的。我愿意为你做任何事情，只要你喜欢。你一定会找到比我更适合的女人，不要在我身上浪费时间了。广东，你一个人带个孩子那么难，为什么就不愿意让我帮帮你呢？我只希望金宝健健康康的长大，其他别无所求。我尊重你的选择。方林，情况怎么样？跟您在的时候一样，都挺好。穿制服的没找什么麻烦吧？现在这个世道啊，有钱能使鬼推磨，于会长都花钱给您摆平了。月恒，转眼间就白尾巴掏心主了，还于会长叫得挺热乎。甭管到什么时候，您在我心里永远是大当家的。现在弟兄们叫他一声会长，那还不都是看着您的面子呀？我说，现在外面风声怎么样？哎，既然把所有事情都摆平了，我也不用关在这儿了。我现在的身上都快长蛆了。宪兵队那边递过话来。嗯，可以啊，免咱们一死。但是从今往后，您不能在地面上再抛头露面了。如果要是让他们看见，就他们弄断了我的腿，我还没找他们算账呢。会长，咱们现在是胳膊拧不过大腿呀，该低头的时候就得低头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啊，你说的。我还得继续待在这儿，哼，宽宽敞敞的地方倒是有一个，就是不知道会长愿意不愿意去。嗯，在哪儿？监狱。放你妈的狗屁！会长，您息怒，咱们进监狱那是权宜之计，等这阵风刮过去了，再把您接出来，您一百万放心，那里边有咱们自己的兄弟。上上下下我都给您打点好了，您在里边可以吃香的喝辣的，想干什么你就干什么。现在啊，没有比监狱更安全的地方了。哇，原来你们早就帮我找好了啊！你们今天在这儿好吃好喝的招呼我，就是要把我押进大牢是吧？好了，尝尝我给您做的炒鸡蛋。嗯，还挺香的。哎呀，金宝啊，真乖，都能帮妈妈做饭了。那我再去做点。别烫着啊。嗯。这孩子真行。我在餐厅上班的时候啊，都是他自己做饭。你现在
确实需要一个男人。你挣这点薪水，又租房子，还得养活两张嘴，哪儿够啊？你不是还想让金宝上学呢吗？那么多苦，都受了，那么多罪，我也挺过来。我不嫁你。我告诉你，以后你要帮我照顾好宁小姐，她有什么麻烦，马上向我汇报。还有，国民党现在还得找金宝吗？啊，姓徐的意思，特务队那帮人就跟没头的苍蝇一样，到处乱撞，顾不过来了。宁小姐现在把金宝当女孩养，出来进去的呀，都是一身女孩打扮，暂时没人找她麻烦。宁小姐现在在一家西餐馆找了个差事，名字也改了，叫崔楠。哦，不过怎么了？最近好像有一个什么人对宁小姐挺上心，经常往那家西餐馆跑。那个是什么人？姓范，叫范和生，留洋回来，大户人家，人家舍得给宁小姐花钱。那宁小姐什么态度？宁小姐对这个人倒也不那么讨厌。留洋阔少，半辈，挺半辈的。会长，您三番五次的为宁小姐把命都豁出去，我真不明白。你别再说了，我知道你想说什么。千万别让他以为我还活着，你就让他以为我死了好了。我真不明白，您这是为什么呀？哎呀，我这条腿，哎呀，不想给他添麻烦了。那个叫什么生？范和生啊，对，范和生。如果他欺负宁小姐，按道上规矩办。是。行了，进监狱的事情就这样说定了吧。我去。你我要当一回狱霸。什么？哎呀，崔楠，经理没有迟到啊。今天餐厅不营业，范先生包下了整间餐厅，专门宴请你和你母亲。啊？今天你是客人，我为你服务。来，崔楠小姐，里边请。崔楠，你来了，快坐。来。妈，你怎么来了呀？你认不认识他是谁呀？你记不记得他是哪家的少爷？妈。他是你的老同学呀，你咋不认识他了呢？人家啊刚从国外回来，今天特意包了这家餐厅，专门来请我们的，还给我们带来这么多的礼物。范先生，你真是太客气了。哦，对了，这是我的大女儿崔楠，你看人长得多漂亮啊，还很善良，你们俩呀真的很般配。是是。
是。令尊一定会满意的。嗯。崔楠，快说句话呀。啊，伯母，其实我们早就见过了，就在这家餐厅。是啊。是吗？那怪我多嘴了。你看，你们俩还真是有缘分呢。啊，经理，哎，我们的人已经到齐了，可以上菜了。啊，我去吧。哎，不用，去吧。伯父、伯母，请问想喝点什么酒啊？哎呀，随便喝什么都行。客随主便。你们这是干什么？哪儿来的没爹的？你说谁没爹呀？啊，你才没爹少娘呢！我就说你没爹了，怎么的？你不是没爹吗？你给我跪下磕个头，以后我就是你爹。你说谁没爹？啊，你再说一遍啊！再说一遍，我就说你没爹，我就说你没爹，是你没爹，就说你没爹，你说谁没爹？你没爹，说谁没爹？金宝，你怎么了？怎么弄成这样啊？是不是跟人家打架了？他们说我没有爹，我有爹，只是他们没有看见。没事，别害怕啊，没事的。先生，买点什么？这些我全要了。给啊！来，你们俩过来。
生一世不忘记。千山忘记。